再来播体育新闻。从领先到落后，从追平再超前，统一 7-11 时，周国庆在八局的制胜安打，一棒摆脱意甲犀牛的死命追赶，以7-6赢得嘉义首战。中华职棒本季在嘉义的首战，今天晚上开打，上演西施大战，吸引爆满10,000人进场。职棒本季已打63场，今天是第12场满场。2004年球季以来，本季是最多满场的球季。今天这场比赛就是本季第21场，观众4万人。现在我们将现场转给记者。大家好，我是记者天野，大南方记者。好，说个 ending， 说一个 ending， 快点。